天崩零蛋糕开局，这把当牌能赢简直是奇迹。Hello， 大乔什么哥啊？本来今天是四排的视频啊，但是昨晚燕子一想他又不来啊，没办法啊，宝哥只能孤单当牌了。但是这把却意外的精彩啊！简单说啊，就是把一场根本不可能赢的局啊，强行打赢了。不多说了啊，那记得先给视频点上一个免费的赞，绝对值啊！让我们回到游戏吧。单排时还是很稳定的，固定八分钟啊。耶，这把居然不是黄局啊！糟了，兄弟们，这把猫和队友段位应该不高啊。突然有点不适应啊，这个对面猫已经吃我一波分了。好家伙，算是恩怨局是吧？绝了，兄弟们，对面猫说没印象啊。那宝哥最后是选手丽丽嘛，双就稳一手啊，又打健堂吗？该说不说，对面猫也氪金氪了不少，都是3S皮肤啊。不过我们这个阵容也不怎么怕健堂的。哎，好的，让我们进入游戏吧。糟了，兄弟们，这把先不去宝哥拿两个蛋糕吧，我关键还暴露位置了，完了，直接来抓宝哥了。哎，这边躲个刀，哇，这还有技能冲刺的呀，这咱们怎么说？再劈个刀，哎，这边前哈，门高把那猫挡住了。哎呦，但是咱们还走不掉啊，这边还有冲刺的，咱们直接往上拉。哇，这边咱们炸了就完蛋了，零到开局了呀，压力很大呀。这往外拉啊！哎，那这边好像咱们走掉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楼梯咱们已经走掉了。哇，兄弟们，这把是真的牛批啊，宝哥。人麻了，兄弟们，这早知道直接开始送的算了啊，给了我希望是吧？又把毁灭掉，最后一秒是吧？又人麻了，呀，这花还控不了啊。不好的是这个玉门酒店这花是被削了啊。像是三分钟一朵七色花吧，对吧？之前一分钟哇，这好难打的。那这里咱们把队友拿着帮他喂就走了呀，对吧？猫绝对来了呀，不能推啊！我稳点。这个被抓了就炸了，兄弟们，救都救不了，没等级啊，对吧？哎，这把真的难打，我宝哥都不知道怎么打了。咱们用兰花啊，哎呦，哎，这我的天，完了，这个咱们漂亮完了，兄弟们。哇，这是喝的又变大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秒五刀，一秒三刀的开的挂，你再逼我一下，我的天，这马力！好在是没有给那个震慑了啊，没有挂上那个 buff 嘛。哇，又开一朵红色的攻击力的花，不是吧？直接绑到大堂吗？大堂不是没奶酪吗？糟了，这个点位的火箭不好救，你把救不下来，好吧？咱们没等级了，完了。这是不是炸窗了呀？这换都换不了。不过他哪怕把宝哥换了下来，我也救不了他。呀，对面两个队友都把他救下来吗？兄弟们，这不救就没了呀。哎呦，这个尼宝是被绑到那个室外去了。玛丽过来救我们了啊！对，这个选择正确的，真太掉队啊！哎呦，终于升级了，有那个技能等级了。队友被绑上火箭，不是玛丽来得及吗？呀，这直接就一个秒飞火箭了，我真的是服了。这个侦探也救不下来，侦探救不下来，侦探为什么救尼宝呢？啊，这边那个玛丽是救下咱们，完了，这侦探也挑起来了。队友被抓住，那这个就飞了呀。被绑上火箭。好家伙，开局直接飞了一个打到位，剩下啊也还行吧啊。哎，漂亮啊，这边玛丽能救吗？那边OK 可以的，这边没有位都给救下来吗？我记得之前经常是拿了个架子走的，可以的。那这边咱就不管，咱们只能推了呀，对吧？咱们再不推，这把就真的没了呀！哎，绝了，服了。他们走不掉，保卫没办法了啊！这把感觉真的赢不了，好吧？真的赢不了，太难了，我的天！玛丽去支援了，那咱们只能推了，没办法。哎呦，这个你把真的可以了，你已经溜很久了，已经溜很久了，可以了。在空投你开出什么吧？呀，两瓶水机。那咱们过去救一下。但是这个玛丽也在发了撤退，那估计是有隐身的，咱们就不去了。啊，这没办法，兄弟们，这把真的宝哥被迫当打了位啊！你不推赢不了是吧？你。当然玛丽娜人救不下来，赢不了啊！哎，这把就很难打，可以吗？哎呦，好紧张，宝也拦不了。Nice， 我天，这都能救下来吗？应该是有隐身的，我猜啊，宝哥猜应该是有隐身的，不然怎么可能救下来，对吧？这能走掉吗？可哇，兄弟们，这能给走掉吗？什么情况啊？绝了啊！那咱们也是把这个拿推完了，可以的。哎呦，这把这个玛丽玩的是真牛逼，好吧，真牛逼。那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奶酪搬到咱们的走廊去啊。
能走掉吗，兄弟？这走不掉就也没办法了。啊，这把绑个好厚啊，兄弟！但是我真的是没办法，你总得有人推奶酪，对吧？我不推，我这把都推了两个奶酪了。哎，这边吹个扇子，大叔妈要来了啊！咱们先发个分，大叔哪里？哎，来了，兄弟！哇，天哪！哎呦，吓得宝哥票都交了。还好啊，这边马力也是没有给调起来。Nice 啊，这边随机是喝到瓶隐身啊。不过咱们是得小心点啊，不能说有了隐身就肆无忌惮。这边不推这里的吧，但是这个推要注意一下，如果你走廊开不出奶酪的话，这个地图只会刷四个奶酪的。要是咱们有钱了嘛，咱们就直接在大堂买个奶酪推好了，这波就非常高明了。猫我估计就不守那个走廊奶酪了，他直接会来这个大堂这边来守这个新的奶酪，因为这边有秒飞火箭嘛，对吧？咱们可以稍微偷一下进度，大家走了啊，这个绝对不能开，兄弟们啊，可以自把队友一审到位啊，宝也知道了，这绝对来抓宝哥呀，对吧？这边果然来了啊，咱们剑气一个弹走是吧？是，哎呦完了，这剑气打到猫弹回来了，不过剑气打到猫，猫也会被减速的啊，也可以吧？哎 ，nice 啊，这边走廊是成功推完了，难道哇这边就直接七级了吗？这么高啊？哇这边来抓宝哥了，咱们小心点别失误啊，这边触发了个无敌，还要追吗兄弟？别这么搞啊，很害怕啊，当时他们哎一个冲刺冲歪了，这边这个剑他没有拍子的话，宝哥不是很怕的啊，他没拍子是打不到宝哥的。好消息是啊，好像咱们剩下的这几个老鼠等级高了之后保庇能力都挺强的是吧，又是马力又是泥宝又是莉莉的，剑他真的头疼的，真的头疼的，这边放个分啊，这稍微推一会儿，这泥宝干嘛给他发呆的，哎得亏宝哥放了个分，这小子怎么搁那发呆什么鬼啊？啊，咱们先喝牛奶补给一下。呀，这个空投直接刷猫脸上了，我宝哥能抢一下吗？这尴尬了。哇，喝这个盾，这一个拍子，哇，好笑。哎呦，我这边，哦，我吓宝哥一跳，这猫犹豫了下，你知道吗？他以为拍不到。哎呦，这猫调起来了，但是应该调不死咱们，咱们直接漂浮往上飞。啊，还行还行啊，这就是宝哥说的嘛，是吧？这几个活下来这个几个老鼠等级高了之后，健康都不是很好处理的，只要我们那个猫没拍着的话，对吧？那咱们再买个牛奶，是吧？再补波状态。现在的关键就是啊，大堂这个七色花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刷，你知道吗？谁抢到这个七色花谁就赢，好吧？就这么简单。这边宝哥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拿的，这边就想等这七色花。咱们推下这个车，哎，可以推到了，放个分控一下，可以稍微的小推一会儿。走了走了，不让不让呀，这几个队友太怂了是吧，猫没拍子其实没必要这么怂啊，感觉打不倒啊，对吧？打不倒啊，大水爆是吧，因为剑他可以现在点了三级被动嘛，也可以无限连嘛，对吧？哎，不要怂啊是吧，直接来推就好了呀。哎 nice 啊，冰块冻住了，那咱们给猫递个鞭炮炸一手过去稍微皮一会儿，哎呦完了剑气没了，咱们躲得到啊，发个分再困一下，能推完吗？哎别兄弟，哇稳点稳点稳点，这你把怎么说，哦还好这个技能是滚出来的，可以有免伤。哇兄弟气死我刷了呀，啊这边给他抢来抢来，我的一定是我的。哎呦兄弟们，那我能稳了，这花没抢到啊，那猫花没抢到，那这把他就没希望了。啊兄弟们，这都能打到强风期吗？本来宝哥这把开局就结束了呀。哎这个车推不了吗？啊不管不管啊，那咱们就直接去那个砸墙去了，一剑气直接打走吧。哇天哪，这把感觉可以的兄弟们，这能打到强风期，宝哥是都没想到的好吧。可以啊，关键是前方还没刷那个大堂对吧，那个秒飞火箭他用不到了啊，咱们果盘一个帐篷，哎走走走，不要了不要了是吧，直接丢了直接丢，有拍子的稳点，讲道理这还会刷屏那个药水的啊，强风都会刷屏药水的，可以免随机啊，怎么说隐身兄弟啊，怎么说隐身完了，哎呦这怎么我干变带就没了吧，这边击倒一锤兄弟，这就没办法了是吧，哇兄弟这把马力打得真的好啊，真的好啊，啊可以的，这个变大也算是啊变对了对吧，这边里面两果盘，这个哇买纯买之花了，咱们小心点啊，咱们走走走走，用了啊，咱们放个分，这个马力刚好扔个反向，这个剑他冲反了你知道吗，哇兄弟差一个果盘一个伤害，怎么说 nice 啊，这边是成功的获得胜利啊，哇兄弟这把能赢宝哥是真的没想到的，绝了，虽然这把宝哥不是主角啊，但是我分内之事啊，作为奶酪莉莉还是很合格的对吧，这把最后明显也换了是吧，操作失误很多啊，好的，最后喜欢的话别忘了再点关注啊，咱们就下